何时斩身选税推舟君王行征，叫三个同志啊，请你们看过大小啊。何时斩身来啊，文学战神跟我了，跟亲人跟我学，甚至现有变现有，有时候现小，出手在少，两个手法相对，一前一后，往下跟中心网络上做做脚。但是回时战胜，回时战胜啊，去这回时也有他的也有一定的地地意义，你看啊，回时战胜，嘿啊，嘿，但是我不挣不了挣了挣了他不收回东了。这是白石长生，白石长生啊，白石长生选秀会推舟，你看刚才的跟一个白石长生啊，你那水，那水再来推来，那水推上来。不来。你看，他会推推推来，来，嘿，呀，哇，哎，往这边了，看啊，白蛇缠身，流水推舟，水往前，你看，好，翻过身来。中华先生也有一定的建议，你说保住不用保住啊啊！你看，你不下的吧？好，你看，我把他不他在那边当保住了，哎，顶着身子。